美女关之琳与台湾地区富商陈泰明的恋情一谈就是7年，期间呢，国外旅游被拍自晒合照公布恋情，那眼看连结婚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谁知最近突发变故啊！不仅有报道称关之琳搬离了陈泰明的住所，更有媒体呢拍到这个关之琳的这位男友私下约刘嘉玲一起爬山，这演的到底是哪一出呢？前两天刘嘉玲心情大好，在微博晒了自己私下爬山的照片，这本来也没什么，不过有心人却发现与刘嘉玲当天一起爬山的却是关之琳的男友台湾地区富商陈泰明。再加上港媒又爆料称关之琳与陈泰明感情出现危机，关大小姐不仅搬出陈泰明位于香港旧山顶道的豪宅，住回自己跑马地的家，平时出行乘坐的陈泰明名下座驾也悉数归还，就连陈泰明来港他也故意避而不见，也难怪陈叔去约嘉玲爬山看景聊心事了。作为台湾地区十大富商某集团的董事长，陈泰明从不吝惜对关之琳的疼爱，为博得美人芳心，陈泰明不时岳阳送花，赠送贵重珠宝，甚至还为关之琳学说广东话，两人一同前往巴黎旅游，还被拍到亲密牵手。从2007年传出恋情至今，两人感情稳定，最近一年还常常以情侣姿态出席公众场合。虽然两人离结婚只有一步之遥，不过关美人对这个界限始终不肯跨越。都是一样，现在一直都过得很蛮蛮好的，蛮开心的生活，没有这个打算。我们交往得很好啊，很开心啊，这样。那有结婚的打算吗？没有啊，没有。很多人都说关之琳被前夫富商王国金的失败婚姻给伤怕了，不再相信爱情和婚姻。陈泰明对他虽然好，但两人如今悄声无息地迈入了第7个年头，关之琳相信要不结婚就不会有7年之痒。没有结婚不会有吧，有也没有办法，对不对？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两人的感情还是出现了问题。而男方这次为了排解烦闷约上刘嘉玲爬山，不知道此举会不会让两人的感情再度冷却。别看这些年刘嘉玲和关之琳表面和谐，2014年刘嘉玲生日，关之琳还带着陈泰明到场祝贺，其实两人早年却有鲜为人知的交恶内幕。2008年刘嘉玲正式成为某家具品牌的形象代言人，而被取代的就是关之琳，这无疑是刘嘉玲抢了关之琳的饭碗。这一次陈泰明与刘嘉玲爬山新闻被扒出，关之琳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媒体就拍到这两天现身上海的刘嘉玲夫妻俩，在同一家商场逛街的两人竟然也是各看各的，几乎无交流，不知道这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最终如何落幕。新闻在线综合报道。